丽敏，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啊，行。你在帮我个忙吧？啊，你说。你再帮我看一会儿我爸，我去给他买点饭。行。哎，对了，那晚上谁在这儿啊？我呀。你姐你妹呢？我姐出差去广州了，我妹说有个工程要开工，请人吃饭呢。欣欣呢？欣欣谁管啊？我妈在家带着她呗。这样吧，你还是回去照顾欣欣去吧，这我来。能行吗？我爸一生病就闹人。哎，他能闹成什么样啊？去吧，啊。那行，那我先去给他把饭买了啊。这绷着个臭脚丫子，你干什么呢？没专业指导，别老瞎摁，摁错了穴位，没病找病。嗯，好，我不按了，不按了。哎，你把那手打上肥皂洗上它十遍，齁恶心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听你的啊，老婆。就是那个我那朋友弟弟，找工作那事儿，咱都答应了的，咱给人办了，是吧？回头还得找人揽活呢，是吧？洗手去了。喂。哎，麻烦您给我找一下那物业部的黄经理，啊。哎，黄经理，哎哎，您好您好，我是秀燕儿，哎是，哎那个我给您打电话想麻烦您件事儿，我想借你们那物业部的彩虹门用一下。啊，是这样，我这次主持的婚礼，那新郎是个外国人，我不就得准备两道彩虹门吗？一道写上中文，一道还得写上英文，你看。是真麻烦，是那麻烦您给挑个没窟窿的啊！哎，那吹风机你也给准备好了，别到时候让我抓瞎呀，是不是？哎，哎呀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啊啊，不用啊，我不用送，我找人去取啊！哎，这就够添麻烦的了，哎哎哎，对，黄经理，你看不是还有个事儿得麻烦您，那个是这样啊，我们有个朋友的弟弟啊，从农村来找工作，就是想问问您那儿看看需不需要个保安呀、啊、什么的，啊，那朋友弟弟多大？19。哎，19，啊，哦。哦，真的，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那我回头让他去找您啊，哎哎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哎，谢谢谢谢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成了是吧？记个电话吧。哎对，回头让他找这个黄经理啊。好好好，13893879 7怎么后边？死机了。说是你就为要个脸儿就买个山寨的有意思吗？这个这动不动就死机，有什么急事到时候咱都没法弄。有干嘛呀，至于那么急呀、啊、什么朋友啊，急成这样啊。哎呀，对对对对对，老婆为自己办事儿还挺辛苦的。帮忙怎么就错了呢？别生气啊。好，行行啊，爱你啊，爱你老婆啊，别生气。你英语特棒，你英语棒。哎，你别疼，这英语真好，英语。哎呀，哎，你用点劲儿行吗？哎，好，哎，把这手指头抻抻，手指头抻抻，哎呀，会不会抻呢？哎，脚底板给我挠挠，哎哎，你说，哎呦，哪是这么拍啊？用点劲儿，哎。哎呦，你这是拍呀、啊，那这是腿吧？哎。
坐过来。胡妹，早点休息吧啊！明天这出早摊，一会儿我收拾吧。没事，早点忙完，你不是也能早点休息吗？出来溜达没两天，刚硬朗硬朗，你要敲他干什么呀？秀荣，就是敲吧，对他有好处。跟铁打了一辈子交道，闻闻铁味儿，心里头舒坦。这我有体会。你爸说的对，这多出点劲儿啊，增加饭量，他身体不恢复快吗？爸妈都看明白了，爸妈看我拿锤子高兴，就你看不懂。你差不多得了啊。你也别越说越来劲儿啊，敲他两下就行了。赶快回去把妈给你熬药喝了。好，一会儿就完。爸，我这回来了。妈给你煎鱼去啊。大姐夫，你这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锻炼锻炼吧。不行，那什么，我昨天啊替丽敏在医院熬了一宿，这是昏头胀脑的，我先去躺会儿去。行，快去躺会儿吧，去。他熬的这样，是的，哎呀，也不容易啊。哎，国立呀，来，一会儿先睡，来吃饭再睡。那个那天你不是问妈那鱼怎么煎的吗？妈，鱼都给你煎好了。哎呀，我这太困了，昨天晚上丽敏他爸折腾一宿。哎呀，这人老了有个病，就爱闹唬人。啊，哎，他在哪个病房？我去看看他吧。我千万别去啊！丽敏他爸那人啊，你越对他好的越来劲。别那么说，他不是有病吗？你就冲丽敏他爸那样，我跟丽敏离婚就对了。这好，他病了，我成擦地桶了还。这我都不是他女婿了，他对我说话还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。好了好了。你不看别人的面，你还得看丽敏的面吧。丽敏是欣欣的妈，啊，咱不管是不是她的女婿了，可她现在有病，不正需要人吗？啊，妈知道啊，你在医院里替丽敏挺高兴的，这才是真仁义。你和丽敏的事儿啊，咱不能就这样。等她爸强了，我还得跟她说道说道呢。啊，爸，真困了，那不吃了，那你睡吧。啊，那你先睡一会儿吧，给自己盖好了，啊，别这么睡，睡吧。哎呀，薛儿不得了啊，都大奔了，拉着彩虹门了。哎呀，瞧你说的，这不都好朋友帮忙？这好朋友方哥。哎，方哥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快演戏的黄经理，表演爱好者都是。哎，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好了，太好了。我想给他放车上去。来来来，行了，麻烦你了啊，小伙子。哎呀，真是麻烦你了。行，哎，太好了，谢谢。他你不认识啊？那是保安。这谁？他就是你介绍来的。今天是第一天上班，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哦，你到这儿来，就是李姐介绍的，还不谢谢李姐，谢谢李姐，谢谢你们好好干啊！哎，行了，那我们先走了，黄经理。哎，好嘞，方哥，上车了啊。好，哎，那个，哎，方哥，你等会儿啊。哎，等会儿，哎，小伙子，你们家谁跟一个叫永顺的人认识啊？是我姐和一个制冷微型中心的王总认识。哦，你姐在哪儿工作呀？桑拿上班。干什么的？按摩。好好干，好好
好看啊。嗯，哎，行了，那我走了，黄经理。好嘞，走了啊。哎，好，再见啊。好，行，好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are together here today. The reading of American friend Debbie and his wonderful bride and Ines Joyers. For all of us wishing you too, ladies. 老师，啊，赶紧场了。哦，大家别忙了，叔叔你现场吧。回得这么早呢？早吗？啊，这有点累了吧？哎呀，行。嗯。哎呀，挺成功。非常成功是吧？还行吧。两口子长得都挺好看的。那是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主持，哪儿有点不大对劲呢？我呀、啊，有问题，你问题大了去了。什么问题大去啊？似曾相识，你过来什么事呢？这哪儿不对劲呢？是什么情况？哎呀，你这一捋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真解气了。哎呀，你别老开这种玩笑。越来越像个汉奸了。我汉奸去，我像汉奸。哎呀，梳那么个汉奸头干嘛去呀？这是。这不那什么吗？就以前一个老同事，那个前些年到俄罗斯去混去了。你别说，人家还混回了一个跨国的爱情，女的叫什么什么什么娃，都叫那个娃杀什么的。人这女的吧，特别愿意嫁给他，跟他就一起回来了。完把大伙这不就都叫过去，相识一下子就是互相聚一聚。人找个女朋友，你跟着激动什么呀？输得流光水滑的。是你这咱出去你怎么也不能丢中国人脸吧，尤其咱们这几年这不国家国富民强嘛，都得展现一下这种那啥，也算是成功人士在一起。不行就不去了，因为什么呢？老婆也在外边站一天了，又给人主持又什么的，不去了。别去吧！啊，梳那么个汉奸头，忙活半天，你不去不可惜了了。去，你梳成这样，那我先过去了啊。哎哎，啊，把你的名片带上啊。这大小也是个经理了，好好显摆显摆，没准揽两个什么修冰箱的活什么的。老婆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有经济头脑了。这一去不要紧，没准咱还把人这个跨国婚姻这个主持这活你给你拿回来。哎呀，到那个时候你就不是雷特森见他们，直接改哈喽肉了。好了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那个什么，你就走，我也不想做饭了。你给我买两包方便面什么的呗。怎么能让你吃方便面？怎么能让你吃方便面啊？这累了一天了，鱼我给你做好了，饭我给你焖好了，只需要你端上来就行了。我走了。哎呀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我不急呀。你给我那个买那个买两包那个。两包什么？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明白了。明白了，你有问题，问题大了，你有点提前了。哎呦我天，这一天天。
对不起，你看他打扰你，你给我拿100块钱呗。你不是朋友请客吗？拿钱干什么呀？不是，虽然都算成功人士，咱还是半成功嘛。没有车，咱怎么也得打个车，对吧？那个，抓紧时间吃吧，啊，完了早点休息，累一天了。啊，是100哈，那行。啊，对，我手机，哎呀，差点忘了。那个，老婆啊，那我先过去打电话啊。嗯。你吃。哥，我这好久没看见天上的星星跟月亮了。啊，今天跟你出来，挺幸福的。我也挺那个。你看，本来咱俩认识吧，我就想拉个常客赚点钱，可是后来我慢慢觉得吧。您跟别人不一样，是吗？那哪儿？你说啊，都是有钱人，您就不像他们，动手动脚的，不懂规矩，您就不。是，可能是素质问题吧。其实你挺漂亮的，就整天跟脚丫子打交道呢，确实。哥，咱俩认识，这就是缘分哈。是。您看，您平时工作那么忙，身边总得有个人照顾着吧？我就想，我照顾你，你看，我肯定给您照顾好好的，让您这工作跟生活呀，都放松一点，啊。这恐怕怎么说呢？就是说我们。是你，就是你，王总，背后看着就像，你看，哎呀，就是你，是你还是你？你看，哎，王总，哎，你不是空调？我说这，哎，这姑娘，这空调这，我说这姑娘。哎呀，这姑娘这是空调吧？哎，王总，我说，你过来，来。不是。哎呀，这小姑娘，就这个空调哈，青春空调啊，我知道啊。那空调一了板。王总，你坐下，坐。哎，像我们这坐好了。哎呀，你看王总真是。像我们哎呀，吃什么呢？这是。你说说，王总，请人小姑娘吃饭，怎么能吃这个呢？这肉筋筋拉拉的，不好咬，特别不好咬。让你坐。哎呀，是，快坐好了，坐好了啊！门口我都看见了，澳大利亚牛排啊，特别。服务员，哎，服务员，哎，服务员，哎，快！这那个门口那个牌子上写那澳大利亚牛排，那个160吧？对，那个太便宜，两份啊。那个牛尾汤啊，两份是那个，还有，你看这小姑娘这么青春靓丽，注意保养。新鲜的水果、蔬菜啊，沙拉丁，再来点果汁，鲜榨的啊，一定要能够贵的那种，不能来那便宜的。对的，就那个你来点苹果、芒果、西瓜、梨，还有那个黑加仑什么，就那种大的，就是贵的那种啊，多弄点，都滋润。烤点什么海鲜呀、什么的也行，什么贵你上什么啊，行了。还需要别的吗？你就上吧，反正这都王总啊，您给关照了。先别下单子。可以。哎呀，哎呀，真是。哦，对，那什么，还没给介绍呢。那这个漂亮的小姑娘叫什么呀？啊？空调吧。啊，小姑娘。她。啊。小慧儿她。哎呦。她对空。慧儿。哎呀，这个慧慧真可爱，这名字太好了，嗯，特别好。哎呀，青春啊，靓丽，你看看多好，青春就是美。听王总说起过你，特别好。
哎，吃吧吃吧，哎，不打扰了，你看你这正吃着呢啊，吃吧吃吧，一会儿菜上齐了就啊，拜拜，我要去不得了，哈哈，拜拜，雪儿，你别跟着我啊，听没有？不是，你听我跟你讲，不是，你就赶紧去陪小慧吧啊，别把你的慧慧给你弄落了。那个慧慧不。就打车，我你管谁叫老婆呀？老我告诉你，王永顺，你听，从那时那刻，咱俩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啊！你手干净吗？你手干净吗？你听我讲，你离我远点，你离我和琪琪越远越好，真的，我都听说了，桑拿那地儿可花花了，啥病都有。你想想，你听我解释，恶心了，我找人去，你别跟我解释，你千万别跟我解释，因为我给你赔不是，是不是？你说现在人都讲究自由了，你别这样，你说有个年轻的女的陪着你多好啊，多幸福啊！不是，我觉得我连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，那女的，我对不起你哈，别这样，别跟我解释，不是真的，我没必要听，你也没必要跟我解释，你快看你手机吧，你快赶紧跟那按摩女，你好好解释解释吧。不是，我就说你问题哪里去了你？啊，你还说个汉，你都，你那就是个嫖客。这头是可以改的，这都可以改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求你就真的，你我就求你一件事，其他事我都可以给你解释清楚。就这事你别回家说，家里人多嘴杂，再传到咱爸耳朵里，他会生气的。岁数那么大了，真的。提醒太好了，我就得跟家里人好好说说。我要让我们全家人认清你的嫖客嘴脸，你等着办事吧，你办什么事儿啊？你别出门里面装糊涂啊！你给我滚一边去！你去吧，不是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你别哭，你气着我了，你气成这样，你其实你是爱我的，我也爱你，真的。哎呀，你恶心死我了！我的，我说你眼睛，你说你消消毒去！不是，你真的，我太恶心了。谁要破事谁就多照顾呗。丽敏，你说平时我和小妹亏待过你吗？你们是没亏待过我，可是我已经白天黑夜都在医院里了，怎么着也得让我回家洗洗澡、换换衣服、睡个囫囵觉吧。你唧唧什么唧唧啊？我的情况你不知道啊？我这神经衰弱，换个地儿我睡得着觉吗？二姐，你别看我呀，我家里还这一堆事儿呢，我又没跟你说。最近有个小狐狸精，天天跟我们那口子眉来眼去的。你说我要是上这儿来了，那不是给他们开了方便之门吗？再说了，我从小就害怕上医院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这会儿让我上这儿来，你这还让不让人活了你啊？行，你们都有困难，就我没困难，行了吧？西西已经没地儿去了，到医院来找我写作业了。你让国立管着他呀，别离了婚什么都不管。行了吧，说那些没用的干啥？你赶紧走吧，要走就走吧。那我们就走了？那我们可真走了？走还有什么真的假的呀？哎呦，二姐辛苦你了，真的，我真得看着点他们，要不然你这我肯定替你辛苦一下啊，辛苦一下啊。真有事啊？就是啊，快点，还真有事儿，要不然就是啊，我是不是我那还有人等着呢？欣欣，哎，哟，怎么不高兴了，欣欣？爸爸，昨天在医院里，我妈和大姨和小姨他们在一起吵了。为什么呀？他们让我妈一个人在医院照顾姥爷。那他们怎么不照顾去啊？
他们都说忙，实质我看出来了，他们就是怕照顾老爷，怕麻烦，怕受罪。欣欣，那你觉得他们这么做对吗？不对。那奶奶不常说吗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这照顾老人是每个子女应该尽的义务，那怎么能就让你妈一个人做呢？是啊，爸爸，在姥姥家只有我可怜我妈，你带我上医院吧，我想看看我妈。走。哎，那后来他们怎么分配的呀？欣欣回去吧，我在这儿就行了。这段时间已经老麻烦你了，你把欣欣带走吧，一会儿。哎呀，你这是个邻居，关键时候还得伸把手了，你客气什么呀？你回去啊，照顾欣欣还有妈，啊，以后你的班我帮你盯着。别动了，别动了，我拿着这个。你不是头晕吗？你就在这儿尿啊，尿完了给你倒。现在都不是国里的岳父。行了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但他还是欣欣的老爷呢。国里做的对。哎，秀荣啊，摊完了鸡蛋呢，你就去把锅前那个被给拿出去晒一晒，
国立昨天晚上又在医院待了一宿，刚才回来好好吃个饭，睡一觉。嗯。哎呀，绣花姐姐来了，好好休养身体。您干嘛呢？啊，我这锻炼锻炼。这是要锻炼 啊？你说我也不会打个太极拳，不会练个气功，这是锻炼锻炼挺好啊。快进屋吧。妈在呢。啊，在，快去。那我们进去了啊，哎，走吧。哎，好了，大姐夫，你这家伙事挺全的。姐来了，哎，妈呢？妈在里边呢。妈，哎，大姐，哎，我给你买这么多的，妈，做饭呢。你看看，哎，前两天刚买的水果，怎么又买呢？哎呀，留着慢慢吃呗。天，你说您干嘛呢？哎，你俩真有口头福。怎么着？我俩做蛋卷的。真的？哎，妈，在门口看见大姐夫锻炼身体了，气色不错啊。那还不都是妈养的好，是不是妈？大姐夫现在饭量挺好吧？挺好的。什么包子、饺子、面条都能吃了，你看挺上食。哎，对妈，您不要去看国立他老丈人吗？我今天啊，让明杰开车回来，专门送您去。哎呀，你看不用，你这两天不是挺忙的吗？不要不要。哎，我今天没事儿，我明天要出趟国，去泰国。干什么去啊？做庄生意。哎呀，你看他真行，做生意都做到国外去了。那你俩坐着，我做蛋卷去啊。哎，我跟你一块去看看。哎，自己坐着啊。好，那你也伸把手。大姐夫，来了，正好，你把妈扶下车来。哎，你跟妈进屋。啊，妈，妈，啊，来。行，那我走了啊，妈。啊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。你快去吧，哎，电话老催你啊。好，开车小心点。哎，慢点啊，姐夫。哎，国立啊，啊，陪妈坐会儿吧，妈有点晕车。嗨，透透气儿。行。来，哎呀，坐。好，出门。那个二姐夫拉你干嘛去了？上医院看李敏的爸去了。你电话里不说他想吃我做的蛋卷儿？不是，你还真给他做了？那你说了我能不做吗？不是，我那意思不是说让您给他做，我那意思是。就是丽敏他爸，他也好意思能提出这种要求来？想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？人有病了，想吃点东西，那不是好事吗？国立啊，嗯，我看丽敏他爸不太好，又到现在也没确诊。是啊，你一会儿说这儿疼，一会儿说那儿疼，就是弄不清楚哪儿疼。不管怎么的呀，你多帮帮丽敏，哈。你在医院照顾啊，挺辛苦的，啊！我儿子是个大度人，一会儿吃完饭，在妈家早点睡觉。这叫什么事儿？自己在外头替人受累，回来让老妈担着。你看，刚说完你是个大度人，就有小鸡肠子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帮人别人啊，也是帮自己。哎，狐狸啊！快看看几点了？六点了。看，今天法制节目又看不成了。哎呀妈！我说那法制节目您就别看了，那国
国强他再怎么不济，他也不至于上那上的家。妈，国强来信了。来信了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昨天我在那个厂里电脑上看到的。那他说什么了？他就说他现在开了饭店了，生意还挺好。开饭店？那他说他在哪儿开饭店了？那个他没说。你没骗妈呀？没有妈，我怎么会骗您呢？真的？真的。我说爸，那基本上就这么一情况。人家国强他写信就跟发电报似的，就那么两句。已开饭店，生意挺好，全家勿念。快去大屋里把电脑打开，给他写信。我说你写。不行，爸，那这样的你还是先想好说什么吧，我再写。妈，我就困得不行了。哎呀，那国立昨天晚上在医院一晚上，那个那行，等他回来再说吧，明天。那我回屋先睡去吧。喝点粥再睡呀。不吃了，妈，我先睡完再说吧。咱爸咱妈说国强开饭店了，我也是没办法。但我跟他们说是国强是网上告诉我的。哦，这几天你没去国强饭店吧？没有啊，这丽敏他爸不住院了吗？我一直没腾出功夫来。我得去看国强。姐夫，那个还是算了吧。一个是那个国强饭店确实挺远的，你这身体……没事。我给国强啊打了一个炒菜的勺子，等我安上了班，咱俩一起给他送过去，跟国强啊好好的谈一谈。那国强现在已经开饭店走上正道了，应该让爸妈知道了。好吧，但咱还得找个借口跟妈说呀。行。那什么，姐夫，先睡了。在这睡。不了，沙发上睡。我出去跟咱爸咱妈说会话。来，你睡。是吧？喂，你好，春山饭店。您下来吃吧，好吗？哦，那您稍等一下，老板。哎，来了。上面有个垂钓中心的人啊，点菜说让咱给送过去，我让他下来吃了，他非说咱给送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您说，没问题，好，马上派人上来，好，再见啊，以后再来电话要送餐啊，给人态度好点啊。好嘞。你说谁把这个菜谱跟这个名片给送过去的？是呀，真不知道啊。你们俩谁去一趟了？把鱼拿过来。老板，他刚又来一桌，根本就忙不开。是，这会儿太忙了。什么事儿啊？那垂钓中心那客人钓鱼要生手两只，想让咱们加工，太忙了腾不出手。那要不……这样吧，我去吧，你别耽误做菜了啊。那辛苦你一趟。没事，我去了啊。醒醒！您又干嘛呀？您不刚睡下吗？怎么又闹啊？你别打呼行不行？老爷子，您爱睡不睡？您别打扰别人睡觉行吗？我不就给你小女婿少拉了两车沙土吗？他就把我派到这儿来惩罚我。您要再喊的话，我就回家了。您信吗？
那是我喝药量的开水。今天啊，大家都一致公认说你做的那个老妈煎豆腐炒蒜苗特别好吃，说好多年啊都没有吃过那种味道了。今天中午啊来了三个客人，点了一盘都不够，又要了一盘。是吗？啊，你是怎么想起来做那道菜的呀？我妈在我小时候做过，挨饿那段日子啊，竟想起我妈给我做的菜呢。哎，你这干嘛呢？我想啊，你说那个煎豆腐要是前一天晚上把它腌制一下，味道是不是会更好啊？咱俩想一块儿去了。